呢？你回来了，一天跟叫魂似的，老喊我干啥呀？瞅你一天出去横丧，来，你看看这个。秦算的你可真行，你说你就拉个肚子，上个医院拍片干啥呀？啊，那家没钱你不知道是咋的呀？一点也不会过日子，跟你说。没钱我能不知道吗？你先看看。我不看那玩意儿了。不看你得后悔。后啥悔呀？哎，钱咋？哎呀，老伴儿，瞅瞅。哎妈呀，这么大个阴影啊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这是长肝上的还是长肺子上的？这啥时候的事啊？你咋不早跟我说呢？瞅你这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在后背上呢，这是背影。你后背都有了，那这人不都快完了吗？你咋不早跟我说呀，老头子呀？啥歪完了？这是假的。我去拍片的时候吧，我偷着在后背上整个1块钱硬币，你看这不1块钱吗？真是1块钱。这老头子，你这可真有闲心，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还吓唬我是不是？刚才呀我都被吓唬一通了，你看看有点正事行不行啊？一天进了8个礼份子啊，你看看，老刘家生孩子半满月，老张家儿子结婚，老康家上房梁，老李头3婚。最让我生气的是老公家他们家，你说老母猪生个猪崽子还办什么满月呀？啊！现在不都这样？这你随的啊，吃得起穿得起，就随礼随不起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算好了。8份礼咱往少打，1份200，28 1600，咱家就剩500块钱了啊。瞅我干啥？没有用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张上钱去吧，别扯闲的，还拍个片儿有用吗？我为什么拍这片儿？闲的都是。是这么个事儿，你说咱们两口子这些年别人家有事咱也没少去，谁家都没少随，你说咱家也没有啥事儿，我就寻思我装场病是不是？大伙知道我有病了，是不是都得来看看了？谁能空手来？我要装他一场大病，来他一场全村轰动的、天衣无缝的、差点要命的大病。行，大病吧，咱就得有个大样。这回我化化妆，你给赵老大、刘老二打电话啊、嗯，就说我有病了，严重让他来看看我。行，整个像点的，打电话那情感表达出来。啊，你放心吧，得往回收收礼的，要没头啊，随不起。哎呀，喂，老赵大哥呀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快来一趟吧，老秦头快不行了。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你就看不着这人了。不行，我没事，我不哭，不哭，不哭。啊，行，好，我等你，好，好。马上就来啊！整得好，整得好，不错吧？再写乎点，写乎点。我给刘老二打电话。整写乎点啊！你放心吧。喂，哎呀，刘老大呀，不行了啊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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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你不行了，我们家老秦头快不行了啊！你快点来吧，没给医院给家呢，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这人你就看不着他了。啊，马上就来呀！好了。哎呀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嫂子，我哥怎么英年早逝呢？你说，哎呀，早啥逝？啊，那是中年夭折呀，那是。那个，老赵啊，你别激动啊，人还有气儿，没死。啊？
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嗯嗯嗯，没死，你打电话说不行了。我说我快不行了，就证明啊非常严重，奄奄一息，还有点气儿。你看你长得太吓人了你，病重了哈。啊，那什么。这两朵小花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啊！我看看，哎呀，哦，这是排片儿，这么大个病毒，病根啊就在这儿呢，这哪儿这儿啊？啊，就我这儿呢。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别，妈，哎，不，这病传染不？哎呀，不传染。你传染我不早说了吗？都咳，不是你看他咳嗽那么严重，是不是肺有毛病啊？对，就是肺子的毛病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刚开始吧哈，一点一点咳嗽，后来呀就整宿那么咳嗽，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吐血呀。有一天呐，把肺子都吐出一口来，给我吓坏了。你说个咋整？别这样，我都烧脑火了。那你咋没住院呢？哎呀，没有钱呢。哎呀，我这寻思呀，你们老哥俩感情最好。嗯，我第一时间呐给你打个电话。嗯，我寻我要不给你打电话呢，怕你挑我，我就给你打了。我就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打也白打，我兜里没钱。那你没钱呢，你来了，你就拿。两个小花，哎呀，你那个嫂子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是不是啊？就来看看我哥呀，拿点钱，拿点礼物，其实这都是小事儿。我觉得哈，解决老秦大哥后顾之忧，那才是大事儿啊！你看，要是我们哥俩好呢，我一听说我大哥不行了，我马上把那古乐队丧葬一条龙全都给定好了。你没有这感情，你能来吗？对不对？全定完了。那你不是你兜里没钱吗？我不是那个厚着脸皮跟人赊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嫂子，你们这事儿，哎呀，你真是。你们这事办得严重的不守信用。行了，你赶紧就照顾他这个养病吧，我把那活儿给退了。啊，那个老赵啊，你看你来没？别说别人没用，下回吧，你们有准儿了再给我信啊。老赵，哎，起来吧。这老赵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到这一分钱也没花，哎，送给你一朵黄梅花，一会儿啊大点啊都成花圈了，这是你的哥们儿啊。以后我少跟他在一起吃饭喝酒，我没用，跟你说。你可拉倒，人家不扔钱怨人家呀，啊，人家刚想给我扔钱呢，你给人吓回去，又吐血又吐痱子，把心吐出来呗。妈呀，你跟我吵吵有用吗？你不跟我说邪乎点的吗？大舌点的好扔钱。邪乎，你这也太邪乎了啊！这家过不明白全怨你，我告诉你。那怎么？拉倒吧，别整了。哎呀，哎呀！你说人来了不给扔钱多磕碜！哎呀妈呀，把你能耐的！哎呀！你说不整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赵老大是快嘴子，他知道了，全屯的人都知道了，人别人来看你来，哎，你没病了，你咋好的？你打自个脸不是吗？啊？那咋整？咋整？还接着装呗？继续。啊，好的。嫂子，你可别哭了。你要一哭，我这眼睛也反潮啊！呀，那怎么的？这病成这样了呢？有病了。我看，你快看看。哎呀，这我都上老火了。哎呀，这咋戴个防毒面具呢？老二啊！哎呀，那现在别起来了。戴这个，喘气儿，云乎。你大喘气云乎，你别捂缺氧了你啊！没事。不是这排片吗呀？那个排片了，不在这儿呢吗？就像一块钱这个。病毒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常言说的好啊！哎呀，一分钱都能憋倒英雄汉，这都一块钱这么大，这不得憋死啊！哎呀，老二啊，哎呀，我这嘴没味儿啊。就想吃那桃罐头，啊，想吃桃罐头没事儿，
这不那个老刘来看你来了吗？啊，一会儿就有了啊，好好养病吧。你说咋整？嗯，就想吃那桃罐头。桃罐头？嗯，这怎么你这手有毛病了？不是你来了，你看你。哎呀，我明白，我来干啥来了？什么叫哥们好呢？对不对？这不就来救命来了吗？好哥们，关键时候你得出手啊！你不带点什么玩意儿，你让人笑话不？是不是啊？看着没有，桃罐头湿了啊！嗯、好了好了好了，养命吧啊！一会儿就有了啊！哦，哎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这啥呀？这就是治老秦的病，这个药啊！啊，对症吗？什么对症？他只要不是魔症，啥症都症上了啊！你这个药有人吃过吗？别人有那口头福吗？啊，老秦不吃谁敢吃啊？厂家都买不出来呀！我跟你说，托人买托销的玩意儿，管用吗？管用啊！你不信，你去上兽医站问问去。啊啊！不，药店，我这人兽两用的，这个人也用，兽是动物也用啊。你买一瓶搭十瓶，我告诉你，买十瓶搭二十瓶。绝对是好药。我买一百瓶，那你就得享受批发价呀！给你，老板，让我滚，给我滚！不是，老秦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可别错主意，这药好啊，这是梁宏达给做的代言呢，我感觉。你这回答也没要你了，你一般吹着药我就滚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卖假药？什么玩意儿？还跑我这搞推销来了？我就不信。就凭我这人缘，我还一分钱收不着了。有人给你送，一会儿啊，纸人纸马纸钱啊，都得给你送过来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瞅你那倒霉相，剩人家那媳妇儿啊，长得都是旺夫相，你这可倒好，克夫相。你说谁呢？啊，还我克夫相？你把你眼睛睁大了，好好看看啊。我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耳大有轮，嘴大有唇。你那唇是不小。那我克服，你就照这个曲调，我告诉你。这咋出现这个事儿了？你说，这个生命啊，就像一堆豆腐渣，说散花就散花。你说，这可咋整？哎，劫难顺变，没事儿，我能挺住。向遗体告别，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吧。化啥悲痛啊？这没死啊？啊，我这死了吗？哎。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回光返照呢？哎呀，反啥照啊！跟大光那个病重了，病重没死，咋没上医院呢？哎呀，啊，想上医院去，这兜里哪有钱呢？我愁坏了都，咋整可？我兜倒是有500。哎呀，老三呐，那你就比我强多了。是欠条，欠条，忘了吗？记性这么不好吗？像你们这种记性不好的人，时刻时刻我就得提醒着点呀。哎呀，那个老三呐，嗯，这回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去年呐，我还从你借500块钱呢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得劲儿，你们也没有钱给你，你看你兄弟病这样，有钱呢早就给你拿回去了。要真的吧，那个等我把我们家那个老母猪卖了，我把钱还给你，行不？不行。那实在不行，你就把那个老母猪赶走，就盯这账了，行不？更不行，你咋的行？你来干啥来了啊？我病这样，你不但不给我扔2块钱，你还拿借条来要钱来了，是人办的事吗？你吵着啥？吵着啥？吵着啥你呀？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咱们该人家的都还给人家，人要钱不对吗？啊！要钱不得分啥时候吗？分啥时候？啊！我死了吗？我那欠着你的啊！这不
别你讲不讲理你？你给我闭嘴！不要，等会儿，你们这两口干啥呢？这是？你这什么人？哎，快坐！你以为我来朝你要钱来了呢？啊？嗯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你们都误会了。你们家不欠我500块钱吗？啊，对啊。这是个欠条，我怕你们忘了，提醒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老秦这不是有病了吗？你说我们哥们一回关系这么好，我不得来看看吗？我来看我能空手来吗？我不得随点钱吗？随钱吧，兜里还没有现金，我就寻思把那500块钱就那么地了，这个我也不要了，我把这欠条当你们俩的面就撕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人说话就算数，说撕就撕。你听着，我踏不起你的人情，把钱给我拿着，就剩500的，我还不到剩500。还给他，我不欠你500块钱吗？啊，我给你。刚才你不说了吗？啊，我有病了，你来看看我，再给我500，是不扯平了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怎么没划过这个拐呢？就没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呢？你这还有啥不明白的？老三呢？就这么回事，你把钱给我，也说不清楚。我们家是不是欠你500块钱呢？啊，好。把这钱呢还给你。哎，对，啊，方才你说了，你兄弟有病，你不想花500吗？啊，哎，就这么的。等会儿，我给你捋一下啊。你们家欠我500块钱，还我了，就是这500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记住，先放着。我来看我大哥来了，我得给他随500，是不是？等会儿。这个事得这么办，这欠条得改一下哟。欠款人谢老三，看病随礼500元，我给你写的欠条。你那个别生气，老秦呐，病啊都从气上得的啊。你们俩保重。你。再见。谢老三，你什么玩意儿？行，秦算的呀，你真行啊！你算你来算你去啊，一分钱没收着，把500块钱就搭进去了，对呀你啊！哎呀，老秦头，你可不能有病啊，老秦头啊，这回真有病了，老秦头啊！